Well 是我们最新开发的一款电动牙刷，它有着非常漂亮的外观，强大的功能，丰富的配置，满足了日常口腔护理所有的需求，是定位中高端的一款电动牙刷。Well 内置了 LCD 显示屏，可以清晰直观地看到所有的功能和设置，功能更是非常的强大，累积刷牙的时间，更换刷头的提醒，电量的实时显示，模式、频率以及关机时间的自由选择，简单明了的 UI 界面，操作简单易上手。技术上它不同于市面上所有的电动牙刷，采用的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磁悬浮声波速刷式马达，这是电动牙刷最新一代的技术，它主要解决了普通声波电动牙刷高频的震动和清洁不彻底的问题。速刷式电动牙刷刷头是可以上下摆动的，并非只是震动，而目前市面上的声波电动牙刷都只是停留在震动，并且是高频的震动，通过高频的震动带动刷毛颤动，所以才会导致刷牙时嘴麻和清洁不干净的问题。而速刷式电动牙刷在震动的同时还形成了一个上下摆动的距离，这也非常符合牙医倡导的上下刷牙。上下摆动时不仅可以实现自动刷牙，还能有效地解决刷牙时出血的问题。刷牙出血很多人以为是牙龈发炎，事实上是因为手动刷牙时无法掌握好力度，当你力度过重时就会导致牙龈出血。而速刷式电动牙刷自动上下摆动，刷牙时无需你再施加外力。如果你有刷牙出血的症状，在使用一周后会明显的得到解决，并且全自动的上下摆动还能轻松的帮你搞定牙齿内侧面的清洁，让你以前刷不到的地方现在都可以轻松的搞定。电动牙刷使用的一些技巧，牙膏挤在牙刷上后不要第一时间开机，如果开机会将牙膏甩掉，应当先将牙膏均匀的涂抹在牙龈上。在刷牙的过程中保持微笑的状态，给刷牙留出一定的运动空间，方便牙刷清洁内部，切记刷牙时闭上嘴巴，这样牙刷在口腔内部就无法实现运动。使用电动牙刷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把电动牙刷当成手动牙刷来用，依然是人为的施加外力在刷牙。正确的做法是轻轻地将牙刷放在要清洁的位置，然后来回的拖动即可。刷牙时我们重点要清洁的是牙龈沟，这是牙菌斑和牙渍最多的地方，所以刷牙时我们将刷头倾斜15度，重点清洁牙龈沟。另外电动牙刷设置了2分钟自动关机，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习惯，刷满2分钟